2015年信和彩虹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双打决赛现在开始，请裁判员、运动员入场。运动员介绍：马龙、许昕，北京、上海；刘金硕、郑培峰，鲁能青岛、福建；裁判郑强，国际级；王亚斌，国际级。接发球，第一局比赛，郑培峰发球，0-0。好，观众朋友们，我们马上要看到的是男子双打的比赛。那对阵双方呢，分别是马龙、许昕对阵刘丁硕和郑培峰。你看这两队运动员也都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对。
从现在这个场上的这个配对情况来看呢，马龙和许昕是左右手的配对，对，另一对选手呢是都是右手的配对，对。2-0。那李指导，您也给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马龙和许昕他们这对选手的特点。3-0。因为马龙呢，他的这个，就是许昕和马龙他们这两个队员呢，本身这种个人能力就是非常强。马龙他这种衔接的球的能力也是非常好，而且他整体这个技术都很全面。1-3。没有，所以说在技术上他基本上是无死角的。这个。许昕呢，这名运动员，他的手感很好，也很有天赋，他的整个这个，在场上这个攻势也比较凶猛，因为他的这个打法呢，就决定他的正手能力一定要非常强。那当然，另外一对选手呢，刘廷硕和郑培峰啊，就比较年轻了。对，应该说在这场比赛里边，两位年轻的运动员肯定是属在一个拼对手的这样一个状态和位置之上。3-3。3-3，马龙许昕3球领先，被对手连追3分。当然在此前的比赛之中呢，马龙的在单打的比赛里边是很遗憾，在16-8的比赛里边呢是输给了自己对北京的队友，对他的队友。所以也希望啊，就是马龙他单打的实力别影响他双打比赛的成绩啊和这种心情，希望他能尽快的这种调整出来。大家在场边可以看到王励勤，对，4-3。3-5。马龙和许昕应该说调整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在对手连追3分之后，马上稍微休息一下，再赢回2分，这样的话场上局面5-3。撒网，3-5，把球撒网。漂亮，3-6。这就是男子的比赛，虽然这个回合不多，但是你可以看发球的时候，特别是接发球的时候，他这个是带旋转的，但是男子还能回过来。对，他的这个每一板球的这种质量是非常高的。6-4。许昕的接着发球呢，刚才应该是擦网出台了。对，就是说男孩现在，就我感觉呢，就是个人感觉，就是他对这个个人的能力、对技术的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3-4。像他这种这个，像这种反拉呀、反攻的能力，就跟他的进攻是一样的。他现在男子这个技术呢，他可以说就是不存在于什么进攻、防守。我的防守应该是跟我的进攻应该是一样强的，就是进攻性的防守，对，防守之中呢也带进攻，对，甚至呢说有的时候现在男子这个反手的这种中远程的能力也是非常强，这都是和以前就打球的时候呢就是都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说现在是非常从意识上啊、理念上啊都是非常先进。这是乒乓球运动发展啊，也在日新月异的变化。对，逐渐是越来越打，越来越凶狠，形成对攻的局势。6-7。现在可以看出，他们四个人在场上还是逐渐在慢慢的进入这种状态。7-7，场上比分7-7平了，继3-3平之后打成了7-7平。漂亮，7-8。郑培峰啊，刚才这个接发球应该说接得很凶，对，直接拧着一板，这个球拧的就有点往下走，有点下沿的感觉。
这样的话，好球。郑辉峰这边领先之后，马龙许昕迅速拿回一分，再次打成8-8。他这个球郑辉峰就是属于变化了一个球，他前面这种拧拉刚得分，他这个球马上想用这个搓球啊，就是起到一个变化作用，结果这球没有达到这种理想的效果。搓这一板呢，应该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所以说回球的时候难度也不大。对，8-8。8-9。啊，这个落点回得好。应该说接发球这一下呢，许昕是手中带功的。对，这样的话呢，马龙许昕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回球质量不高，给了马龙直接进攻的机会，这样的马龙许昕11-8拿下了第一局。那李指导，您觉得郑培峰和刘丁硕这两名年轻的运动员在第一局比赛里边，他们发挥的怎么样？他们技术上的发挥我感觉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感觉，我个人认为呢，他们上来应该这种从拼劲儿啊，从这种士气上啊，应该再积极一些。我感觉他们两个人从这个整个场上状态呢，这种兴奋程度还是不够，因为他们还是属于这种年轻运动员，而且面对的就是又是奥运冠军呢，又是世界冠军呢。首先他们的气势应该拼起来，叫起来，是吧？应该喊一喊，多给自己这个。积极的这种劲头应该多一些，还是说你本身跟人打的话，从能力上啊、实力上啊，就是一个稍微要下风一些，所以就体现出你的精神面貌、你的士气应该更好一些，去弥补你在这个跟他的这个之间的这种差距。许昕发球，0-0。所以说，看看第二局比赛里边这两位年轻的运动员在场上这种气质上有没有变化？对，就你喊出来，你呼应上，大家都知道你有必胜的这种信念。对，这样的话，就像您说的，弥补一下自己在经验上，包括两个人配合的默契程度上和对手之间的这种差距。对，因为你只有这个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到100%或者是更多的时候，你可能你就能打败这些是吧超一流的选手。3-0。许昕看来这个回球其实是想打一个重复落点，但还是打出界了。他这个球要求这个角度有点太高了，对。04，这个没有，还是没有控制好。但是这个球上台的效果是非常好。在第二局的比赛里边，年轻的选手刘丁硕和郑培峰4-0领先，应该说开局打得很好，看到本局的中段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一个是年轻的这个组合怎么来控制住局面，另外一个就是这成名的名气上非常好的这个组合，他们怎么能够在场上能够扭转自己不利这样一个局势。对，刚才在摆短的过程之中，对这个球是这个打得很高级化。漂亮，许昕这个落点打的哈，第一很巧，第二很精准。像许昕他这种直板型的打法，他从这个台上球啊，包括说这个前三板呢、发球啊、接发球啊，这都他是很强势的东西。包括他的这个正手的这种能力，包括他的反拉能力都是很强。
6-1，漂亮。你看这边郑培峰打得很积极，在都摆短的情况之下，我主动寻求机会。对。反手拧着100。对。发生旋转的上的变化，许昕这球吃球了。好的，许昕这边呢是以彼之道还彼之身，你拧我一下我也拧你一次。而且这个球拧的这个弧线真的是挺拐的。对，对，你看他的正手这种动作是非常舒展的，用力是很轻松很流畅的。7-3。在第二局的比赛里边，刘丁硕和郑培峰啊，应该说打的就比较积极主动。对，在相持的过程中寻找变化，找到变化之后呢，能够掌控在自己的这个范围之内。现在7-3，暂时领先。7-4。好的。刚才郑培峰的这个回球啊，就没有任何的，对，应该说这个手中没有任何攻势了，对，所以说让马龙呢非常轻松的把球扣中。啊，这球没有让开位置。场上呢是5-7，马龙许昕是暂时落后。8，应该是这个摆的非常短，摆短不错，摆短质量很高。马龙呢是看到呢，你虽然摆短，但是有点这个回的有点高，但是可惜呀、啊，臂展不够长。对，这球比他想象当中还是要短了一块。漂亮，马龙许昕是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的。嗯，这可以说。这局这台上的这种争斗稍微多了一些，从对方这种控制啊到反控制啊，8-6，包括这个在控制当中寻找机会去上手啊去抢攻啊，这种球稍微多一些。基本上这局的来回的话不是那么特别多。好的，许昕应该说接发球呢还是很凶的，但是对手呢。来看接发球拧着100，但是郑培峰还是把球回过来。对，回过来的时候，这球其实还是带着异形的旋转的。就是比赛啊，所以说马龙还是这个球没有控中。对，你像这个球，郑培峰都快躺在地上了，把这球拉过去了。9-6。9-6，哎，就是连续的擦网，可以看得出来啊，刘丁硕是多希望把这球发的，既短，同时呢还不高过网。对，他就希望马上许昕就吃发球。摆短，好的，漂亮，6-10。趁你摆短的这个回球质量不高的情况之下，马上反手撩这一拍，打了一个非常大的角度。7-10。刘丁硕和郑培峰拿到了本局的局点，应该说男双的比赛也打得非常激烈。对，
漂亮，11-7，刘东硕对手的回球质量不高。剩第二局这样的话呢，郑培峰是猛扣一板，这样的话在前两局的比赛里边呢，双方运动员是打成了1-1。所以年轻的运动员在第二局比赛里边应该说调整的还是比较到位的，打得算是比较积极主动。对，他们这局球感觉他们战术用的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呢，从这个中远台这种对拉的能力上呢，我认为许昕和马龙应该是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他们现在很多球都争取在台上这种控制啊，反控制啊，争取在台上寻找这种机会去进攻啊，去上手啊，把这两个人呢就是说没有让他们形成这种太多的这种大陆球，这种实力上的球，所以说在这块呢，郑培峰啊，他又是这种包括这个刘东硕啊，他们这个还是属于这个扬长避短吧，你知道，因为他们形成那种大陆球的话，所以说许昕这种这个正手这种对拉的能力包括马龙还是要强于他们。第三局比赛刘东硕发球0-0。应该说刚才郑培峰的这个球打得还是很主动的，想拉一板。他这个球拉得掉得很快，对，弧线很低。而且刚才他的因为他也是一个直板选手啊，对，就是他的反手呢这个动作的幅度比较小，但是呢速度也比较快。对，1-1。形成对拉的局势，2-1。一到对拉的过程中，马龙和许昕这对组合，他们的这个进攻的优势其实就显现出来了。对，因为他们两个这个实力上还是应该胜于这两个年轻的选手。2-1。漂亮。许昕应该说刚才抓的这个机会抓得非常好，也很机警。对，刚才这个球的其实他对手回球这个难度已经很大了。许昕的手感是非常好的。再次形成对拉的局面。对，因为他们两个的大陆球的能力肯定要强势一些。关键许昕在加力的情况之下还有一个落点上的变化，对，这就是回的是一个直线球。漂亮，许昕在这三次进攻里边应该说主动寻求落点上的变化，稳中带凶。对，而且胸中有稳，连续得几分之后现在5-1再次领先了。5-1。5-2。刘敦硕这边呢还是要发挥出自己这种积极主动，做一个对拼的这样一个位置，你打得更凶一点，刚才这个接发球就很凶。对，他们一定要说这个出手一定要果断，一定要坚定。当然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在观看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呢，欢迎各位啊可以关注我们龙氏微频道的微信公众服务账号，您可以在微信里边的查找订阅号找到龙氏文艺频道来进行关注，您就有机会啊发送我要抢票这几个字，把您的姓名和电话也一并发送过来，就有机会获得2015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决赛门票。
应该说我们的门票数量是有限的，欢迎各位赶快来关注。哦，这时候搓得非常转，这局比分拉开的比较大一些，拉的比较大了。对，也就是说，这两个小将在上一局比赛里边努力的拼争啊，在气势上，其实在这一局比赛里边又被马龙和许昕给打下来了。哎，这时候呢，虽然主动寻求变化，但是又出现失误了。对。他们还是应该多坚持这个上局这种战术啊。我们看到呢，郑飞峰是连续两次啊回球的时候都是很凶，但是呢也都算吃发球了。对，这样的话呢2-10暂时落后，随手拿到了局点3-10。10-4。10-4。许昕要拼发球。哇，对手连得三分。对，这几个球还是打得有点随意了。哇，这时候是一个运气球。6-10。其实出现这种状况是不太好的，因为尤其是作为国家队的这个一线运动员，对，因为这种大比分领先，你正好借着这个瞬间呢，赶紧结束比赛，然后你下一局上来还是人就是存在于这个，就是这种11-6，身体上或者这个兴奋劲还在，你被对手追回了几个，这局你反而有点耽误这个时间了，因为人这个兴奋期。其实，在比赛当中，他是不可能一直持续，对，一直持续。等到对手一打顺了的时候呢，他上来又找着感觉了。你刚才那个感觉可能又被控制住了，又被压制住了。当然，从现在这个队员发挥上来看呢，马龙和许昕确实在能力上要高出对手一筹。对，能不能保持住？而对于年轻的郑飞峰和刘京硕来说，你怎么能够在比赛里面打出第二局那种气势来？到第三局的时候直接被对手压制，然后呢也没有非常好的这种办法去把这个比赛的这种局势扭转过来。对，其实我感觉他们还是打到第二局的这种战术还是比较成功的。现在他们还是应该尽量避免跟他们直接形成这种就是相持球和对攻的局面，这种对拉这种大路球，尽量少拼杀。多跟他们周旋，就像说有的时候短的呀，或者半出台的呀，或者有时候很腻腻歪歪的，实际上这两个人呢都是把自己这个劲儿发挥出来，所以像马龙和许昕他们一般是说这个把自己的质量和力量啊，把自己的速度力量旋转出来以后，那基本上他们是挡不住的。0-1。好，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冰地玉米油特约播映的2015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那目前您在看到的是男双的决赛，马龙和许昕对阵刘京硕和郑培峰。现在呢，场上的局数已经打到了第4局，在前三局的比赛里边呢，马龙和许昕暂时2-1领先。漂亮，好球！刘京硕刚才这个回球啊，就可以套用那部电影叫《不可能的任务》了。对，看似已经没有办法回来了。来看马龙这个回球非常凶了，对，但刘京硕还是够回来了。对，而且他这个回球，这个速度很快，角度也是非常大。
3-0。刘廷硕和郑培峰这两名年轻选手在第4局比赛里边，应该说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局，1-3，看看怎么能保持住领先吧。漂亮，5-1。郑培峰这个接发球也是非常凶，这样的话在第四节比赛里边，在第4局比赛里边，刘廷硕和郑培峰暂时5-1领先。马龙还是抓住这个机会了，对手回球在摆短的过程中呢，回球的质量不高了。对，这球给马龙进攻机会。继续比赛，而且这球马龙拉的这个落点上有变化了，是他在中间。就形成最大的局面。3-5。只要一形成这种局面，应该说马龙和许昕，我觉得得分率啊就是7-3。对，因为许昕他一旦用出了他的正手了，就也是这个他要得分的时候了。3-5。放。3-6。马龙和许昕要控制住自己的失误，在难度不大的情况之下还是要保证成功率。对，漂亮。应该是许昕这个球呢，他在落点的变化上追求的是很完美的，他打了一个大开的角度，看回球，但是正好是郑培峰的正手。对，7-3。这样的话，在第4局比赛里边呢，这对年轻的配对刘廷硕和郑培峰，应该说占据了比较大的优势了。8-3。这局马龙和对他们两个的失误还是稍微多了一些。3-9，连续吃对手的发球。4-9。好的，虽然马龙在对手回球之后呢，寻求了一个直线，但是速度不够快，对手回球的质量也很高。现在刘廷硕和郑培峰拿到了本局的局点。10-5。来来，抓紧啊，抓紧比赛，快！这好像是这个刘廷硕绊了一下子。啊。哦，是不是脚下一滑？对。还行，看样没什么大碍。10-5。漂亮，
6-10。在摆短的过程之中，你看到老运动员他其实他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对，他有时候像这些优秀员，他把握这种机会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他有个预判，你像马龙，我就直接等着你摆短，所以我离台很近，上抢一步的话就可以直接进攻了。11-6，刘定硕、郑培峰、这球回球没有过网。这样的话呢，刘定硕和郑培峰拿下了第四局。在男双的比赛里边呢，应该说两队选手，一队呢名气非常大，拿过了很多世界大赛的冠军，另一队呢也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年轻的选手，他们的配对组合比赛打得很焦灼。前四局比赛呢，双方各赢2局，2-2打平。那李指导，您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两队运动员他们在前四局发挥怎么样？就是各都发挥得比较好，就是还是说在比赛当中呢，就是说年轻的运动员呢在场上的把握这种机会啊，包括稳定性啊，就是比我感觉想象的要好一些啊。而且他们说这个在遇到了就是说对手这个打得比较顺手的时候，也能尽快去调整一些战术，有的时候落点上啊、线路上啊这些方面，他能抓住一些场上这种机会，然后变化的也是非常好。许昕和马龙呢，就可以说这个稍微有的时候遇到了这点就不太顺手的球呢，处理球还有的时候还是有点那么就是随意，不是说那么就是抠的那么特别细，每个球啊都想着这个多想一想。郑培峰发球，0-0。所以这时候有的时候这个一上来把比分有时候拉的就特别开。这是一个很高质量的对拉。2-0。没有擦网，回球的时候应该是擦网了。擦网了吗？好，1-0，0-1。这时候是擦网。过。许昕那球其实打得很主动，接发球抢攻。1-1。我们看到呢，这个落点有点在对方的手底下了。对，你抢，你攻，我也攻，借你这力呢，直接回一板。继续比赛，1-1。2-1。刘定硕刚才也是希望抢攻一板，这球还是出界了。他还是对的，一定是还是要把这个自己打掉硬气一些啊。1-3。刘定硕这两个接发球啊，其实考虑的都是要主动进攻。对。但是你只能说马龙这个回球质量也非常高啊。对。其实有时候往往在比赛当中呢，就是说尤其像男孩，他的能力都非常强，就是你进攻的这个落点不好啊，或者效果不好啊，这决定于你这个比赛的胜负。因为你自己感觉我的质量很高了，但你的落点不好，对方一旦他判断好了，或者他算到你打到哪儿的时候，他们都有这个能力把这个球反攻回去，或者回球质量应该有的时候是更高。4-2。现在场上的比分的4-2，马龙和许昕暂时领先。5-2。
2-6。嗯，这时候有点着急了。刘林硕和邓培峰这几个球有点处理的太急了。嗯。连续他拉漏了这球。其实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就是每一局啊，双方运动员都在斗智斗勇。这一局你可能在局面上领先了，或者占据了很大的主动，但在下一局比赛里边呢，我一定会通过我的变化把这个主动权拿回来。对。因为有的时候呢，开局的这个一打好了，到时候对这个中局、尾局的这个影响都是很大的。所以一上来大家都力争要打个好开局。白短，8-2。吴建硕这个球呢，刚才还是没有回过去。这样的话呢，马龙和许昕在第五局的比赛里边又大比分领先了，8-2。8-2。刚才这球应该是个擦网球。对，擦网球。哇，两个滚网，最后这运气还是站在了年轻选手一边。对，这个球马龙拖了擦网，然后呢，这个他回过球，这个邓培峰又拖了。邓培峰也是一个擦网球。漂亮！哎，郑培峰的这个回球啊，应该说反手这个弹拨质量非常高。这球都没等这球，对，没等这球跳下来他就打了。他是抢了一个，对，就是、一个时间差，对，一个前点，时间上的和节奏上的一个变化。来继续比赛，4-8。5-8。对手连续得分啊，从8-2领先到现在呢8-6，只相差两分，对手连得四分。他们叫了暂停了。马龙、许昕请出暂停。这两个球马龙是没有打到，他的意识想法是非常好的。刘定硕的教练的话，这个时候您需要怎么来布置这个战术？还是要就是说尽量说这个首先从自己的出手啊要果断要坚定，还是要把质量出来，因为男孩这个你一旦没有了质量的话，你想去赢球想去得分是不太可能的，而且你的质量低了，对手的质量高了，他反而就是在场上你只是受人压制在打，所以说他们还是应该是坚定一点，或者是把球打得硬朗一点。好的，对，现在场上的比分很焦灼了，对手连得五分，马龙和许昕这个时候必须要控制自己的这个失误，同时在比赛的过程中呢，有机会要形成对拉的时候，还是要形成这种对攻的局势。白短，首先拉起来，形成对拉，这种回球质量非常高，漂亮。这应该说这个进攻之中，就像刚才我说的，你要形成对攻的局面呢，马龙和许昕就会占据比较大的优势。当然，刚才两位年轻的小将，应该说回球质量也非常高啊。这个球许昕真是就是处理的太好，就许昕这球他没有选择加力，而选择了落点上的变化，对，调动对手你要跑过来，结果呢这球还是没有
拿过来啊。8-9。许晶刚才呢接发球抢攻了一下，也是没有控制好，没有打到这一次。这样的话呢，马龙和许昕拿到了本局的局点，应该说这局打得是非常精彩。马龙和许昕呢是率先取得大比分领先，但是呢刘丁硕和郑培峰是不放弃，将比分追到只差一分，现在呢8-10，暂时落后两分，而马龙许昕呢是艰难的拿到了这局的局点，谁拿下这一局应该说在心理上就占据了非常大的优势了。对，11-8，漂亮！许昕马龙胜第5局。对手在着急抢攻这一下呢，出现失误了。这样的话，马龙和许昕拿到了第5局比赛的胜利，在大局比分上呢是3-2，暂时领先对手。这时候应该说，对年轻的运动员来讲呢，压力就很大了，压力还是很大。所以说今天这两名年轻运动员拼的还是比较好，尤其像说刚才在这种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还是这个不放弃啊，一分一分兢兢业业的在打的这种比赛。其实有的时候呢，比赛对这个年轻运动员就是更是一个考验啊，不是说这个我打得顺手了我就状态好心态好，我稍微遇到了一点困难不顺手的球我就咬不住了，是吧，很轻易的就输掉比赛。所以说他们在经过这种比赛，就是还是要多从他们的思想啊，这种多从他们这种战斗力上啊，包括这个咬球和要球的这个劲儿，应该多从这方面还是要去锻炼他们。刚才发了一个长球，对，这是一个变化。对，因为有的时候现在这个男子这个拧拉的技术是非常好的，如果他直接开成这种长球的话，你这个技术就用不了了。漂亮！他的正手实在是太好了，许昕这个发力发得非常棒，整个人都转了个圈儿了。他是借助这个自己的这种离心力，然后呢加上这个大臂带动小臂这种摆动啊，有多大力使多大力。对，这个时候拉上基本上就是挡不住了。漂亮，许昕应该叫暂停了，这时候因为现在这个许昕和马龙这个状态现在非常好啊，山东队他是叫暂停了。刘天硕和郑飞峰这边呢，一定要第一通过这个暂停要把自己的这种情绪放平稳，同时要考虑一下当许昕打得这么凶的情况之下，在回球上怎么能限制对手。对，其实呢刚才许昕上来这个发球变化的非常好，有点一下就打乱对方这个想法，对方还是想你发短的，我很凶狠的去拧，然后跟你就是后面要跟你去拼去搏，但是呢他一个长直发的队伍没有想到，反而是让他这个后面的几个这两三个球呢打得有点不太顺手。哇，漂亮！4-0，小王，你看在小王第六
六局比赛里面，这一局比赛啊，马龙和许昕显然是经验上的优势了。对，我可能打的不是力道很大，打得很巧，但是我在落点上的变化呀，让你4-0，有点望尘莫及了。对，4-0，第六局的领先优势比较大。出来，漂亮！哇，许昕那球，你感觉他应该接不回来了，没想到他接回来了。对，男孩他这种跑动能力是非常强的。他上一场朱雨玲也是有个非常大角度的球，他是给够过来了，拼回来了。好的。像这种球的话，他这种他能救到这种球，他不是光靠临场的这种这一下的发挥，他是靠比平时的训练当中有很多这种大角度的球，他要去主动去培养自己这种拼搏的意识。这种精神，只要角度一大了，我感觉这时候我接不了了，我就必须往上了。其实你今天上一点，明天上一点，一点一点就把这个球能打好。1-5，这是日积月累的一个爆发。1-6，没想到选手这个咬住啊，有点要顶不住了。而且现在这个许昕和马龙现在的手上的感觉，整个人的状态啊是非常好。1-6，擦网重发。漂亮！啊，7-1，已经势不可挡了。刚才许昕这个回球啊，应该说质量不太高，给了对手拉起来的机会，但是马龙这回球落点实在太刁钻了。再拿下一分，场上比分8-1了。这有点表演的这种感觉了，状态完全来了。我相信现在马龙和许昕心理上基本上没什么压力了。你给我一个球，可能给我10个球，我能扣中9个。1-9，就没封在这个回球呢。他们这几个就这几个主力，他一旦要调整好了状态的话，就是别人还是非常下风。2-9，但是现在对于马龙和许昕来说呢，不能松，不能像之前的那局是啊，8-2领先，被对手追成了只差一分。2-9。开端多点上的变化拿起来，太漂亮了啊！在第六局比赛里边，我们看到许昕的这个状态啊是非常的棒的，这基本上扣一个成一个。对，是马龙和许昕这局是他俩的个人的表演。这样的话呢，马龙和许昕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11-2，马龙许昕4-2胜。对手的回球失误，马龙和许昕最终拿下了本场比赛，4-2赢下了对手。我们要恭喜一下马龙和许昕获得了2015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双打的冠军。